秀贤先生，掌声有请。 接下来，各位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需要先看到你们的双手，好吗？你们为谁而来？我想听到你们为他一起欢呼一声，好吗？ 非常的体贴。那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，从这个日历上的号码，我们可以看到是5/20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一起喊一声金秀贤。没错，当然这个特。谢谢，首先，谢谢你们的到来。然后呢，真的看到现场来了很多的粉丝朋友们，然后每次来中国的时候，你们都可以热情欢迎我，我觉得特别的开心，谢谢你们。 외장에는 오늘 처음 와보게 됐는데 또 많은 사랑을 받는 아우팡의 모델로 활동할 수 있어 너무 기쁩니다. 네, 앞으로도 또 배우로서 또 모델로서 열심히 활동하겠습니다. 今天我第一次来到那个奥康的这个现场，然后呢，能够做一个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奥康品牌的代言人，我觉得特别的荣幸。那我以后都要作为一个演员，作为一个代言人，我会更加的努力的。谢谢。 脚上还有金秀贤先生的脚上穿着的都是奥康最新的鞋款，相信是非常的舒适的。 我是何敏杰，我是徐双亮，我们是奥康来参加金秀贤，到奥康来参加代言活动，并参加了剪彩。下午还有见面会，我们也会跟着去的。然后一路上见到了很多热情的粉丝，也见识到了那个全民男神的魅力哦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活动。